殿下，我死了，不就趁了你的信？对不起，我只知道你身中毒蛊，可我真的不知道你是一个毒蛊人。如果知道了呢？知道了，你就不会下手了。韩云溪，我们经历了那么多事情，我以为你对我终究有所不同，没想到我错了，错得离谱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你想的这样的。你先让我给你疗伤，等你好了，你想怎么处置我都……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要威胁我，如果不这样做，你、我还有我娘，我们都得死。我想着那三针不致命，我就敷衍着答应了。是没有想到太后派人看着我，不得已。但你相信我，我是有解决方法才这样做的。只是千算万算，没有算到你是独孤人。你娘早在十年前就已经死了。不，我在太后那儿见过她，她的身形轮廓跟我娘一模一样，她有我娘的手镯、药瓶，还有医药包。那个医药包只有我跟我娘知道，不会错的。那都是太后的诡计，她利用你对你娘的感情。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，你娘她已经过世了。不可能，你又没见过我娘，你凭什么这么肯定？我亲眼所见。我娘还活着，她肯定还活着。我娘活着，她不会死的。我娘肯定还活着，她不会死的。